啊，回国之后他爸爸辞职不干了。那还干得了吗呢？天天跟屋数钱。哦，这就挣下来了。打这儿起唯一的爱好就是花钱消费，天天就想，哎呀，怎么能花钱呢？嗯，就这点乐趣了。尤其是逢年过节，老头最开心的时候。过节怎么了？过节可以花钱呢。过节花怎么花钱？平常就花钱，这逢年过节有花钱的理由了。啊、找什么理由？他爸爸跟这儿啊，看着月份牌啊。哦，你先等。我爸爸要现形啊，是怎么着？月份牌挂着低，哎，低就低，蹲下看，耍什么脖子呀？跟着，一看，哎。嗯，今天立春，打春，他爸爸高兴了。怎么了？打春可以当节过呀、啊？这当什么节呀、啊？哟西，嗯啊，日本人的是怎么着？中国话呀、啊？中国话哟西，有戏？怎么有戏呀、啊？嘿，今儿能花钱了，有戏？哦，就这么个有戏的意思。哟、哦、西，有戏。嗯，阿里嘎达国贼马斯。哎，这不对了，这、啊、这还是日本话呀？快听出来了啊！啊，多新鲜！打春。啊，北京人打春烙薄饼，对，什么炸鱼炸虾，嗯，切点肘花酱肉，哎，就这样，这就是应应节。嗯，他爸爸没有，我们呢？小薄饼让人笑话，不吃这个。烙大饼，怎么大？哎，120斤面一张，120斤一张饼，哎，发面饼那么厚，嚯，知道吗？嗯，吃不了，晚上盖。我们家人都住在饼里头，四口人宰7个牛，不够吃的。能吃蜗牛，嗯，蜗牛啊，这人有吃蜗牛的吗？就缩了缩了味儿呗，哈，啊，吃调料不好？就为花钱，花钱，这花什么钱了？眨眼的功夫，五月端午，对，他爸爸乐了啊，哟西，又来了，又可以花钱了啊，这又有戏，包粽子，哎，这就应该的，他们家那粽子个儿大，哦，半吨一个，半吨一粽子，别人家包粽子还弄小粽子，啊，搁4个枣5枣。嗯，就完了。人家这个一个粽子里边，嗯，2棵枣树，把枣树都搁里头，剁开了包子里边吃。哎呦，吃粽子，饮雄黄酒，还得喝一口。应节儿嘛，嗯，喝完酒了，他爸爸坐在这儿别扭，嗯，哎，嘛叹气，郁闷了。干嘛郁闷？郁闷，心里别扭。因为什么？自个儿别扭会儿，得跟于谦念叨念叨，跟我说说。儿子，你冲那边行吗？你这没事又占便宜，你，哎，儿子，还是我，不是你非冲我说是吗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冲哪边都得喊你。哎，我跑不了了，我。这个今天是五月端午，嗯，我这心里边很难过。哦，我想你妈，我妈。你母亲不是咱们北京人，哪儿啊？家住在四川峨眉山。峨眉山，你还有个姨，嗯，叫小青。那一年，他两个人到西湖岸边旅游去，我是出差到杭州。西湖岸边下雨，他们找我借了把伞，游湖借伞。其实一段美满的姻缘啊。哦，后来咱们邻居有个海大爷，还海大爷呢，搅和了。行了，这别提，您这说白蛇传的这个，你们家的事，那不是我们家，不是吗？你说串了啊？好，算我没说啊。这是五月节，眨眼的功夫，8月中秋，8月节了，8月15了啊！天下人都是啊，吃月饼过节高兴。对，你们家得过俩节，怎么会俩节呢？既是中秋团圆，又是你父亲的生日。我爸爸跟兔爷一天生日，赶寸啊，赶巧了哦，全家亲戚都来了，大伙坐在一块儿，嗯，给老头过生日，老头高兴哦，就是个8月15，哎，我过生日，嗯，那个驴耳朵呢，这还，还是还是兔，咱是折耳兔，还是一个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驴耳朵呢吗？痒痒，痒痒也不能这么高啊，没有这个啊，你不要上去了啊。非有这事，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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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没有大长耳朵，没有没有，还是的吗？老头打怀里 啊掏出一胡萝卜来，咔，哎，儿歌都出来了，爱吃萝卜爱吃菜是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根本就胡萝卜放下啊，没有这胡萝卜啊啊，这个，哎，别放，
怎么那么碎的我？你让人活不让人活？废话，不学兔子活不了是吗？你看看，好吧，好吧，嗯，他爸高兴啊，各位，您就不用再加那么大身段，好吧，好吧，知道吗？好，算我没说啊。啊，今天中秋节啊，吃月饼是？说吧，吃什么馅儿的？怎么还抱抱馅儿？就这一句话就看出有钱来了。怎么呢？定制去。哦，单做。找大的糕点公司，嗯，单独为我们家人出一套新模子，和单独的和馅儿、和面，麻烦了。按我们工艺来，这难了。是是，哎，身份的象征。哦，都说吧，吃什么馅儿的？嗯，你，带鱼馅儿的，好。嗯，带鱼馅儿。你呢？腰子的，好好好。你是孜然的啊？哎呦，你是芥末的哈？好，哦，我来面馅儿的。啊，那不就是白饼吗？那个还面馅儿干嘛？有身份啊。下单子，一个月饼得合一万来块钱，嚯！尤其那盒更值钱了。盒，咱们那月饼盒，塑料的、铁的就完了，就这个。人家家那木头的，嚯！紫檀木上档次了，小叶紫檀更讲究了，长方形，嗯，哎，一个里边装一月饼。哦，那么说盖上盖也不知道谁点的什么馅儿的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区分呢？谁点的什么馅儿啊？嗯，在那个盒上挂你一相片，相片，8月15，嗯，全家人做好，一人抱一盒，这多丧气呀，啊！这个过节了，哎呀，行行了，行了，别哭了。8月15，我们家一人抱一骨灰盒吃月饼，就是太丧气了，就是这么有身份，这没有这么造的。哦，早晨一睁眼吃早点，嗯，就是能花多少钱花多少钱。那能花多少钱呢？咱们吃早点，你吃个几块钱，10块8块得了。嗯，你烧饼油条你能吃多少？那倒是，是吧？人家他爸爸不吃。那大早上起来吃烧饼油条没身份。吃什么呀？好，一大盆呢。啊，一大盆炖吊子。这是猪肠子。哎，哦，北京的风味小吃。对，猪大肠。嗯，大盆，他爸爸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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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有人跟我爸爸抢啊？这不护食呢是怎么着？这也不是，就是吃的。那出这声干嘛呀？快乐嘛，就跟哎呀，一看猪大肠就跟见了亲人似的。你才亲人是这玩意儿呢，你这形容嘛，形容什么形容啊？这是早点，就这一盆肠子，不得个200-300块钱？那也花不了多少。这是早晨，到中午了啊，中午咵，这大盆就端来了。什么呀？肠子，肠子。还是那盆啊，还是那盆，但是肠子加工的方法不一样了，做法有区别。早晨那个都剁了一段一段的，碎了。中午这是一根整根，跟这盆里边盘好了。嚯，哎，甩出一头来跟这支着，这个要手艺了。你爸爸看看啊，啊，没人，哦，吃饭吧。嗯，找这头，把这头夹起来搁嘴里边。嗯，这是嘬这肠子呢，还是嘬肠子里那粪呢？说你脏！废话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这个到晚上更了不得了，还什么？大肠刺身，生的啦！哎呀，我要吐！我哎呀，还刺身！我这我爸爸一天多骚气呀，啊！这一全是肠子。有芥末，蘸芥末吃。那管什么呀？那个蘸芥末，但蘸什么也是这玩意儿啊。有小料，小料，就是腰花吃。哎，好嘛，哎，你爸爸吃饭是没有串门的，从来没有。那是味儿就熏出去了，就是有身份啊。到后来北京城住不开，全家移民了。哪国呀？啊？房山。哎，房山叫移民呐。到房山县啊，那儿地儿大呀。那是买了好大的一块地哦，盖房子。是房子太讲究了。好啊，远瞧雾气昭昭，近瞧瓦窑四少，哦，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。我们家都住在蛐蛐过笼里头，整砖抠的这么大，以后不过来一大片吧。啊，这说好了，门口有四颗门槐，啊，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庄子。哦，路北了广亮大门，嗯，上有门灯下有懒凳，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。嗯，二门四扇绿屏风洒金星，四个斗方写的是足疗保健。哎，这谁说的？
什么？有写足疗保健的吗？写什么？写斋庄中正。斋庄中正啊，背面是严肃整齐。哎，进二门，方砖漫地，海漫的院子。夏景天高搭天棚三寸六。三寸六，我们家都蛤蟆是怎么着？多高？三丈六。高搭天棚三丈六，四个赌头写的是贼星高照。嗨。吉星高照，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，冬景天紫口封门。往屋里一看，画露天机是别有洞天，里边是挂着闪缎的被窝，闪缎的褥子。都尿炕了是吗？什么？这名人字画，唐伯虎的美人，米元璋的山水，刘山的扇面，铁宝的对子，板桥的竹子，松中堂一笔虎字。哎，正当中乾隆御笔亲题，写的是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嗯，这能是乾隆写的吗？白天家里人都上班去，啊，天一黑都回来了。哦，霓虹闪烁，灯光璀璨，嘿，串门的朋友也多，啊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薄丁。嗯，他们家姐姐妹妹也多，对，一个个捯饬的漂漂亮亮的，串门的客人有好书法的，写了快匾挂正当中四个大字，合家欢乐天上人间。哎，去了。